朋友们，我们继续讲解九成宫李全明。前面呢我们讲过了，就是魏征啊把这个九成宫发现了李全以后的这个热闹场景描写的淋漓尽致。他用啊这个冰凝静彻啊，平直理干这种一语双关的，又是说时间，又是说的是客观的这个泉水的流淌啊，用之日新，益之无阶啊，道虽失态，庆与泉流，他把这个场面说得非常宏大，然后他忽然笔锋一转。他说到李世民，他说李世民的时候，他说李世民做到了这一点。其实他的笔法是在暗示李世民，你应该这样做。他后边说什么呢？他说我后西替虽修佛修，居虫茅羽，乐不攀游。他用这种话等于是强加给李世民，我就说你呀、你是我家皇帝，你每天除了白天知道自己非常谨慎的工作，到了夜晚你还是这样非常谨慎。夕是夜晚，惕是警惕，是谨慎。我们看《中庸》里边提到了是慎独这个问题，慎独，谨慎的慎，独自的独，那是说什么呀？说我们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你很值得谨慎啊，群臣望着你，百姓们看着你，你当然是不会犯错误。但是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又怎么样？或者到了晚上，或者到了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你在想什么，你在做什么，是需要十分警惕的。就是当你自己独处的时候，你要做到怎么好怎么好。这个骆宾王啊，就是唐朝的骆宾王，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啊，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我对这两句话特别感到好，非常有意思。这两句话说的，他说君子人呢，不单是大庭广众当中我们是个楷模，就当你入到一个暗室，就是非常黑暗的一间屋子里边，就只有你一个人而不自欺。君子之有道啊，君子有道，入暗室而不欺，也不欺骗自己，这是非常难做到的事情。魏征在这会儿让皇帝西替也是这个意思，白天你是谨慎的，对了，做对了，晚上你也要这样做。那个皇上不会说我晚上做的很谨慎很细腻，
我自己独处的时候，我非常的光明正大。皇上不会这样表白，皇上不表白，那么这个魏征怎么知道的？魏征在用这个话呀，强加给李世民，说你做到了西替。意思是什么呢？你如果感觉这是鼓励你，这是在褒扬你、歌颂你，也可以。那么我写的没有错误，只要你高兴了，我写的东西应该是好的。如果你没有做到，我现在说你做到了，你就应该做到。所以他这个笔法呀，高明就高明在，我强加给你，你都不能不接受。如果你做到了，你继续做；你没有做到，你赶紧按照我说的去做，就是这意思。他说我好西替，夜晚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警惕、谨慎的，而不自欺。虽修复修，修就是美好的意思。虽然现在很美好，但是我家皇帝却不认为啊，这是非常好的事。李悝出现，大家都说这是一个瑞兆、瑞应，是这个上天给我们的祥瑞，大家都这么认为。他说李世民却不这么认为，以乡为据。看到祥瑞的事情，感到可怕。这就是一个辩证法。后面呢，他又说他“蛆虫茅庐，乐不堪忧”。蛆虫茅庐是什么意思？说李世民呢，不愿意住在华丽的宫殿里边，不愿享受人间最富贵的东西。蛆虫茅庐，居住的地方，他崇尚茅草屋那样的东西。李世民可能做到这程度吗？未必。虽然李世民在历史上各种史家对他评价都很高，但是李世民能做到这样吗？蛆虫茅庐，一个皇帝愿意住在茅草屋里边，这可能吗？而且乐不堪忧，大家注意这个字，写了一个班。就是这件事情很一般、很普通的般，这是多音字，在这会儿应该读盘。乐不堪忧，就是自己住在茅草屋里，不是很安心，自己感到很欢乐，而不出去之后坐着豪华的这个御辇呐、这个车子啊，到外面去攀游、去游乐。皇帝不愿这样做，而宁可住在茅草屋里自以为乐。他是这个意思。这些东西啊，有些个是跟事实有联系的，比如说李世民让因陋就简的修复这个九成宫，茅草须于穷室。那句话大家前面我都讲过了。茅厕西于穷室，就把茅草啊堵在了漏雨的那个屋的顶上边，让茅草和沙土都混合起来之后堵住了，只要不漏雨就可以了。实际上，这个屋子是玉砌成的屋子，非常华贵的。但是呢，魏征说，李世民呢却强调说，茅草泥土。堵一堵，盖一盖，不漏雨，这好吧，就已经很好了。所以这样说呢，李世民仍然有平民的那种思想，平民的那种习惯，深知的老百姓的苦处，自己不过多的享乐，在这里再次的提出来，蛆虫茅庐可能就是根据前面那个“茅厕须于穷室”，根据那句话有关系。乐不堪忧，大家记住了，这是个盘字，边念班，乐不堪忧。
我们现在用笔来把这段话，我们来临写一下。我后西涕，这音失了一点。大家注意，这个"我"字啊，很不好写，应该多练习。我总是把这个难度大的字告诉大家，临习的时候作为重点。这个"我"字啊，又是一个常用字，而且我们写的时候呢，应该特别的注意。这个常用字呢，又是难度大，就是有"戈"勾这一笔，左边呢稍稍的弯曲一点，向内坏的弯曲一点，然后再写挑笔，右边这个"戈"勾呢稍稍往里弯曲一点，于是就成了背式，成了这样的背式，写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后"字啊，我在前面讲过了，这里再重复一下，"我后"就是我家皇帝。为什么他断开一个字在这地方？啊，看这儿，"庆与权留"断了一个字，这就说我家皇帝了。对我后就是称皇帝西涕，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字的不是前后的后，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皇后那个后，但是在唐朝的时候，之前一直推到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啊，诸侯们和皇帝都自称我后。我后西涕，只点一点儿，下边不封口，就继续写了一撇。我后西涕。虽修佛修。虽修福，读福不要读佛。
前面我讲过这个休字，休字倒没好讲。虽然美好，皇帝却不以为是美好；虽然他有上等的品德，却自己不认为自己有。这休字立人，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前面说啊，这个木字的横画要往下写，这次在这里还是要重复的说，往下边写。然后高起这一笔，就是这么往下写，还觉得还再应该往下写一点。佛的又是个难写的字，看这福字啊，这笔尽量的长一点，尽量的长一点。这个间距要匀，上边和下边基本是保持一样的。直接写一竖笔，两个竖笔，长短、粗细差不多。但是右边略长一点，略粗一点，使得这里边的留白，这几个白才匀。注意这个字不好写，写好它，以后再写佛呀，再写福啊，再写这个浪费的费呀，这上边都有这个相同的笔画，虽修佛修，虽修佛修，又一个修字。往下写。虽修复修，居虫茅庐。这个"居"字啊，欧阳询的他的原来的这个笔法呀，注意，他这个地方是顶住上方，跟这儿齐着往下走。我们写的时候，这留一点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怀疑啊，这个碑有点失真了。因为欧阳询有这么两种写法，有的就不挨着上边，有的这竖笔就挨着。
如果失真了是挨着的，我们就应该按着不失真那个去写。所以大家知道一下，并不是我们不知道啊，你不懂，你挨着你没写挨着，不是，我知道，但是我担心这是碑帖失真了。所以这个居字呢，要这样写。这个山的不能歪，我们写其他这个岂有此理的岂歪着写。写瑞银图的瑞，我们歪着写，因为那上边我们说过，它不是山字头，它是这样写了三横，然后在这儿加了一竖，它上面是篆书是这样的，所以它跟过来的时候，它就把它写歪了，以表示不是山字头。这个虫呢，它是山字头，所以我们就不要把它给。写错了，居中。坠毛子这个起笔也是切了一下，而且细到可以没有，就从这拐弯儿，是这样，两个点儿。我们看前面也是"毛兹序于琼氏"，也是注意这个地方。稍稍有一点弯，就是不要大弯，稍稍有一点弯。居中毛羽。我们总是说宝盖这一笔。又细又挺，往上稍稍拱起点肩膀，紧接着就是一个拙发的一个小短撇。要争取把这宝盖写成功。这个雨字这一竖笔也是稍稍带一点弯儿，居中毛羽。乐字的前面笔画要细，
我们把这"乐"字和这个"休"字啊对照起来看，不管它上边，"乐"字不管上边，下边是个木；"休"字不管左边立人，右边是个木。你看这个"木"字了吗？它的撇儿捺放得很开。你看这个"木"字了吗？左边变成了点儿，右边也变成了点儿。这是为什么？黄子元的《间价结构九十二法》当中，就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他说：“横短竖长，撇捺宜伸。”就是横画是短的，竖画是长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撇和捺都要伸出去。横长竖短，撇捺宜缩。如果横比长，竖比短，撇和捺都要缩回去，缩到什么程度？缩到一边就剩一个点儿。如果你在这时候已经是横长竖短，你再把撇捺伸出去，这个字就奇丑无比。啊，大家注意，这个字一定要把它写好。乐不堪忧。乐不堪忧。稍稍注意一下这个字的笔顺，撇儿，点两个点儿，再写这一横。这横到这可以不出来，如果出头的话，就是越小越好。乐不堪忧。因为这个字啊，形体比较宽，所以写的时候尽量往窄处写。这个捺笔啊，也随着上边变化而变化。上边呢，这个"子"字这一竖笔，就这个位置就得起刀。所以根据上边它的宽窄，如果再宽的话，捺笔再晚一点起；但是再晚点起，这个字已经就很难看了。所以古人造字也非常讲究。适当的宽就可以了。我们写的时候应该注意这些捺笔，各种这个长横、长竖、长撇、长捺，
啊，这些东西一定要过关。如果不过关，你写起来的时候就不能够得心应手。